啊，菩萨帮助众生，这就是救护众生、救经解脱。救尽邪徒有三个层次。第一个，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这是恩德。 恩德之小者，帮助你脱离十八界；这是恩德之大者，帮助你脱离十八庄严土，真的究竟圆满。这是恩德的。 救尽，大乘佛法能做到救护众生，救尽解脱。那么他所用的方法，第一书生。 最极方便，无过于幸愿持名法藏比丘为我们开的这个法门啊！这是过去时间很长很长。 我们无法去形容他啊！他发的大心大愿啊，这个大心大愿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八个字：救护众生，救进解脱。他这不是口号，他做到了。 啊，他用什么方法建立道场？这个道场就是记录世界，提供这个修学环境给你。你在这个道场，一生决定成佛。为什么？这个道场上苦是不间断的。 这个道场能够包容，并发界众生，因为他是发信徒啊，他远离阿赖耶，阿赖耶是生灭法，我们这个世界阿赖耶变的一切万法。 有生有灭啊，法性土没有生灭，无生无灭，所以称为无量寿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以无量寿的生与土，保证你一生真得。 究竟圆满啊，这是可以相信的。